湾歌手黄鸿升呢晚喺九展开佢嘅个人演唱会啊。其实我觉得小鬼你唱歌都几好听噶，不过跳舞就好似有啲甩计啦。头先你喺台上边仲扑亲添，冇乜事啊嘛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刚刚就是因为在对一个拍子，然后那个拍子他迟迟没有下，我就看着他那个鼓要打下去，然后我一个没踩好，就不小心跌倒这样。对，还好啦，对，没事的。刚才有没有听到我歌迷在台下大叫你的绯闻女友的名字啊？啊，真的吗？哪一个？哪一个？真的。你有很多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弱吧，我还是有一些绯闻女友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是哪一位？你们说什么？哪一个？是徐立奇啊。徐立奇啊。徐立奇，徐立奇。哦，他不是我的绯闻女友啦，那就是刚好被拍到。那个 moment 他的生日，对啊，那个其实真的是一个误会。陈林粉呢？陈林他的照片，他怎么了？你的生活叫徐立奇，真的开心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到，但是他真的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像是亲人那样子的。那真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一段感情嘛，对啊，那到今年应该是十几年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有幸福，他一定也会祝福我的。对啊，对啊。那相对的，他如果有幸福，我绝对也是祝福他。对啊，那我们其实感情已经升华了吧？对啊，我比较像他哥哥的感觉。